那就交给你了。走开，快点，别来！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在哪？给我们的位置。啊，讲修水上梯，谢谢老镜头了。有他们讲中会有什么样？我记不得啊。来，古装箱。第一期啊，还是要办啊，啊，办了。来第二桶钱。如果到现金不能这一Thank you.
谢谢永定国小带来的第一首曲子。那我们的县长呢，不止演绎我们会长了，县长好，县长好。接下来我们永定国小的小朋友要带来第二首曲子《花魁》，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永定国小。200位幼儿园模范儿童，合计今天一共来受表扬的有703位受奖者。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感谢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以及我们的师长对我们的孩子指导以及教育。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也展望美好的未来前景。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保持着快乐、纯真、有创意的天性，学习新知，成为社会上的栋梁。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领航，云苗好样。112年模范儿童暨乖宝宝表扬大会，大会开始。首先，我们介绍今天与会的长官贵宾。首先介绍我们云林县最关心我们教育的大家长张立善县长。县长好。云林县县议员赖淑蕊议员。议员好。云林县陈芳林议员。陈议员好。云林县黄美柔议员。黄美柔。邱孝文处长，处长好。文官处陈碧君处长，陈处长好。曾国宏议员助理李子言助理，助理好。四同乡公所机要秘书林子杰秘书，秘书好。斗六市长张永芳秘书，秘书好。云林县亲子成长协会赵慧乔理事长，理事长好。我们谢谢今天与会的嘉宾拨冗前来。主席致辞，请大家以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大会主席，也是我们最喜欢跟小朋友打成一片的我们张立善县长上台致辞。为了县内的各项政策推动，今天虽然县长的行程满档，奔波忙碌，但是呢，为了我们所有可爱的孩子，县长还是亲自拨冗来到前面，就是给大家鼓励。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县长。不行啊。喂喂喂，可以了哈。好，我们先给今天的最佳司仪，我们先给他们两位一个掌声，好不好？好，谢谢。今天我们主办单位是我们教育处的邱孝文处长，还有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有的承办单位，我们的校长还有主任老师，那在现场还有我们的赖淑蕊议员、陈芳宁议员，还有我们的王美瑶议员，还有文官处的陈碧君处长，那还有代表我们斗六市公所我们林胜觉市长来的吴章秘书，还有我们代表曾国宏来的我们的李助理，还有我们机要
啊林子杰基要，还有呢赵理事长哈、哦。那在场与会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好，县长好。啊，今天非常开心啊，看到我们在儿童节的这个前夕啊，那我们呢针对儿童节来做一个表扬啊。那今天要表扬的，就正如刚刚我们司仪所讲的哈、啊，我们今天表扬的对象有我们啊170位的国小的模范儿童哈、啊，那还有200位哈、啊、是我们幼儿园的模范儿童，然后那当然还有我们特殊教育的我们特殊模范儿童也有47位，那同时也有最佳表现哈。啊啊，还有我们的最佳进步奖以及最佳孝行奖，还有哈啊这个 Young Power 本色奖的哈、啊，所有儿童的、啊、这个优秀表现，我们今天来进行表扬。那我想今天在现场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啊，这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进入到这个云泰厅哦，那云�泰厅啊刚刚整修完，花了3亿元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扩大到我们云科大的云泰厅。那这个云泰厅也透过丰泰文教基金会大力的支持的哈，那我想云林县除了这文泰厅啊很大之外哈，那我们啊还是宏观处啊，我们也有个表演厅。那表演厅我们利用这个疫情期间哈啊，也把它完全修复了，现在已经是属于国家级啊有水准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厅啊。所以你看到现在有很多啊具有国际水准的这些艺术团队都来到云林县好来表演哈，那我们可以啊常常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看哇，哪一个时段有什么表演，你就不用去抢票，也不用哈啊去哈跟人家排队到别的县市去哈。现在云林县很多很多的这个表演是非常棒，因为我们已经啊不再是文化沙漠，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文化艺术非常棒的一个县市哈。那我想今天呢，除了我们对啊我们所有同学在国小、国中、幼稚园这当中的教育啊，我们云林县政府非常非常的支持，尤其这几年来。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哈，除了我们营养午餐升级之外哈，那我们在所有的啊这些教育当中，不止班班有冷气，也是超越全国了哈。甚至呢，我们的品德教育啊，我想这个最值得一提啊。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这个礼义廉耻品德教育，所有的这核心价值能够落实到我们家庭里面，那变成一个日常，变成一个生活。我们对每一个哈长辈哈啊要有礼貌。或是同侪之间要互相尊重哦，我想有礼貌哈，懂得尊重别人，有孝心、感恩，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也希望从家庭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落实啊，配合学校的教育。那我想我们奠定基础以后呢，在社会现在这个大染缸哈，那如果我们品德教育给他非常正面积极的这样的一个量呢，那我想他基础稳固了哈，就像到社会的大染缸，他结识了很多朋友。但是他还是会屹立不摇，不会受到整个摇摆哈，甚至会受到很多的诱惑。所以我想云林县哈，在这几年来，我们希望落实啊这个品德教育的。那最近可能看到啊，这个戴正志教授呢啊，屹立在各个啊国中小哈，甚至社区里面演讲。那其实呢，这一个启发，我也是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哈。有一天呢，这个戴成志教授哈，他开着车哈，那就啊经过云林县的海边了哈。他说啊，他非常难得抬头一看。
也愿意哈回到他的母校马光国小哈，啊，将这个匾额啊全县所有国中小全啊部同步啊挂上。但是呢，我们挂上以后呢，我就告诉我们的邱处长说，挂上礼业廉耻的匾额，正是我们责任的开始。所以呢，现在全国唯一只有云林县有自己的课纲、有自己的教材、有自己的教科书的哈。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礼业廉耻本身这些教材跟其他县市来做分享哈，啊，甚至呢，我们跟外国的华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地区啊，也来做这个分享哈。我想我们老师呢哈，啊，几年呢大概很少到国外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从我上任以后呢，我们就让老师呢啊到其他国家去做交流教学的一个啊学习的哈。那我想他们第一次，啊，在2008年的时候哈，啊，就去到日本，他们也看到哇，原来日本早就再把礼义廉耻哈这样的一个啊课纲跟教材重新恢复了哈。那我想这几年虽然是疫情的关系，那老师没有出国，但是我们现在云林县在智慧科技方面，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啊在智慧科技方面绝对不亚于其他县市？我现在要告诉各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云林县的教育跟其他的六都是接轨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呢，啊，最不喜欢听到是什么？哇，云林县教育落伍，或是有落差，我们都要把孩子带到台中，带到台北，再到其他县市去。我想品格教育是用钱买不到的哈。那甚至呢，我们不只是在智慧校园，甚至我们啊，连我们的农业哈，智慧农业、智慧渔业、智慧长照、智慧防灾、智慧救护、智慧校园哈，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统统一一来落实。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现在土库的月港国小已经成为我们一个智慧教育中心，同时也是我们所有教职员的一个研习中心。你可以看到啊，那么偌大的一个 LED 的这个数位的一个平板哈，平面这么大哈，同时可以让我们所有全县所有的学校，同时在这个版面里面哈进行教学、进行交流、进行哈所有的会议啊。我想现在包括嘉义市啊，也都啊黄敏惠市长也带动他们所有的教职人员一起来参观，看待云林县现在的教职机遇啊，教职的这个哈啊教育了哈啊，继续的教育人。智慧的教育了哈，那同时呢，我们在十六国中也成立了啊，技职教育的实验学校哈。我想现在很多的家长开始关注啊，因为我想啊，无论你有再高的学历，我们还是要落实到日常的生活，我们生活的品质跟机能，所以技职教育非常重要。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建设为什么都一直缺工哦，所以呢哈啊，缺乏水电工啊、土木工哈，我想这个部分在技职教育里面非常重要。那我本身也是技职教育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护理学校开始的哈，所以我想很多很多都要落实到我们的工作，落实到我们职业哈，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在每一个阶段哈，每一个过程当中，云林县政府教育处，我们在教育优先方面该如何建构一个啊教育的这个布局的哈，包括如何让我们孩子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所有的 PU 跑道，所有的啊设备设施，包括所有的环境、校内校外的一个照明设备哈，啊，甚至全林式的一些安全的运动器材，我们都做了哈。包括我们的上任以后呢哈，非常重视孩子基本上他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受到相对的尊重。你们都听到哈，像我们今天赵理事长亲子哈啊亲子教育协会哈，我想孩子在遇到出生的时候，出生啊，啊，一岁到三岁啊，大概就已经啊，要有一个口欲期，甚至有一个肛门期了，啊。这个部分哈，啊，你有没有满足的哈，啊，都会影响孩子的品格教育哈，啊，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有这个偏颇或是啊，哦，缺乏自信啊？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那我想今天呢，也要告诉各位，所以我们从开始啊，每一次儿童节我们非常的重视，包括呢，我们呢，啊，送给孩子。啊，这个鬼灭之刃，还有我们天竺鼠车车，包括今年度我们啊这个玩具总动员的文具组哈，都是让孩子知道我们非常重视他的节日，甚至哈，我们在儿童节的前夕，我们会利用这个春节期间的哈，啊，透过六个分局
区啊，每一个分局去找一个中心学校，那跟学校跟乡镇公所来合作，那我们举办哈啊动态跟静态的活动。那动态的呢，我也希望在亲子哈啊欢乐这个部分哈，我们呢、啊、也能够重视孩子哈啊这成长的过程，所以你也播出一些。所以呢，先到就可以啊，闯关完以后就可以拿到纪念品。那同时我们在线上手游云林，透过品德教育，透过云林县的农特产品的一个特色，结合现在的英文教学哈，如何让孩子在语言上面有国际的竞争力，我们把这些通通结合起来，你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啊，到我们手游云林上面哈啊去啊，这个脸书上面下载这个 APP， 让你跟孩子一起玩，玩了以后呢，就拍照打卡上传以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呢？就可以进行摸彩哈。那摸彩呢，最高啊可以得到无人机的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奖品啊。我想不再怎么样得奖，但是呢，是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你是陪着孩子去了解这藏宝图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哈。那透过动态静态，我们大家一起来欢度这个儿童节。那我想这是我们教育处非常精心的设计，结合所有的教育同仁哈，啊，为我们儿童节所有的这个设计哈。那我想这当中呢，我也特别要跟大家报告，这几年呢，我们为了要让孩子本身，让青年本身知道云林县非常重视青年，所以呢，你们知道我们在2019年开始就有勾选哦，勾选共享机车，甚至超越六都当中的台中市、高雄市。当时2019年他们还没有勾选哈，我们就已经勾选哈。那不只是在台铁、高铁，还有五科大、云科大、环球科技大学以及所有景点。就已经开始有共享机车哈，就是要让我们的青年朋友不要觉得云林县什么都输人家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呢、啊，慢慢找回我们的尊严。那再来呢，今年的七八月啊，我们大概就有开始了共享计程、共享自行车。我们说 U-Bike 哈，可能你们比较熟悉的哈，但是招标以后到底是不是 U-Bike 啊能够啊得标，我们不知道哈。所以呢，就是、啊、自行车的一个共享自行车的。那我想透过很多
景点的这个串联，可以呼朋引伴来到云林县，让我们观光量能再度提升。所以最近我们看到，我们不止办理这个电竞比赛，还有街舞比赛。街舞比赛去年度我们可以说是如同国家级的，这所有街舞的好手都来到云林县。所以这一次我们去年办的，或今年换到嘉义市办，那我们街舞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这一次得到我们嘉义市街舞的这个金牌奖同时呢也要代表台湾去参加法国的这个街舞比赛那也要为云林争光，也要为台湾争光。我们把街舞因为现在霹雳舞也纳入奥运的比赛当中所以我们也是首次举办全国运动会，是全国唯一将这个霹雳舞纳入全国运动会的一个县市所以我想云林县这几年不只是在观光量能提升，在智慧科技的一个提升上面，甚至在农工商科技城的迈进，包括我们2030年我们怎样前进云林，让大家看到未来的云林不一样那教育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基石，也是我们非常重要培育人才的摇篮。所以我想今天有这么多的家长，这么多的所有的小朋友能够在家长陪同之下，也在老师的这个教育之下，今天能够获得模范儿童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他在人生过程的这个初阶段就得到相当大的一个肯定那我想优越的这个肯定会奠定他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们期待未来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孩子的表现，因为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我们看到孩子有这么优异的表现，也看到我们国家的前途，也看到我们台湾的未来。我再一次的恭喜所有得奖的小朋友，我们给他们一个大大掌声好不好我想这当中我讲了这么多，我们教育处邱处长所带领的团队也是功不可没所以我们也给邱处长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他很客气好，那今天我们也会有很多议员都来参加那我们文官处的这次毕军处长把我们云林县的观光量能突破千万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甚至我们现在不只是国内得了很多奖，包括金安奖、金质奖、磐石奖、建筑原野奖、国家建设卓越奖、台湾健康城市以及友善高联这个不老奖、健康平等奖、韧性与创新奖，还有无障碍的无碍奖，还有活跃奖还有城市伙伴奖、绿色典范，哇，很多很多。最重要的呢，是我们拿到国际的肯定 ，IAA Muse 金奖已经拿到两座了Muse 铂金奖也拿到两座那 Muse 银奖也拿到一座，包括德国 NDA 的奖项、法国的奖项很多很多，不胜枚举。我们给文官处陈碧君处长一个大大掌声，好不好？谢谢我想。
们现在云林县政府的团队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那这个团队呢值得大家继续的支持，所以我感谢我们所有议员，包括赖植物的议员、陈方年议员、黄美瑶议员，每一次活动他们都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支持，那预算上面也不遗余力的来给我们非常充裕的预算，我们绝对会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每一分钱都用到最大最巧妙的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为云林努力，为我们教育来生根，谢谢大家。接下来二轮乡立幼儿园林玉轩、廖维新。好，再一次哦，好，再一次哦，来，再一次，加油。
是各位小朋友表现得非常的好哈，那受到我们学校的老师们的一个肯定哈。今天我们把握你的家长呢，大部分都有这个陪同来哈，这个机会在我们的。
开心起风哎。好，来小朋友来看这边哦，好来看前面哦，好来再一次哦，再一张哦，好，三六八，恭喜，接下来新回人幼儿园黄汉瑞小朋友。
Thank you.
小朋友。好，来小朋友，来眼睛看我这里咯。好，来准备了，小朋友看着我们这里，来看我这里。Hello， 好，看前面，看前面。好，哎，来，小朋友来，看我这里喽！来，妹妹坐。好，两位小朋友，我们来到正中，坐得非常好。
好，再一次哦，很好，再一次哦，好 ，OK。恭喜，接下来国恩幼儿园欧佩轩小朋友。恭喜接下来长和幼儿园李轩燕、陈乐轩小朋友。
刚喝水的，麻烦跟我们工作人员来一下哈。没有，我们现在就掌声献给我们前面的来宾，好不好？谢谢。谢谢。好，今天来宾也非常辛苦哦。感谢。好，我们恭喜徐燕哈。接下来我们欢迎可乐区儿童发展中心徐燕玲小朋友。天下无双，好，来看这里哦，无二，来，妹妹看。
小红伴儿童礼之赏最佳表现奖廖月玲，杨花儿本色奖李崇义，以及我们特殊服伴儿童。
校旗奖洪坚荣。
喜明理国小模范儿童张燕明，最佳表现奖许乔敏，央炮尔本色奖吴佳荣小朋友，恭喜我们三位小朋友。一半就好了，来坐直哦，眼睛看前面，好，来看我这边，来再一次哦，好，再一张哦 ，OK。OK，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新华国小模范儿童许怀仁。许嘉玲，以及我们的央炮尔本色奖许嘉珍，好，三位小朋友，好，来，同学脚下地上就好，来，眼睛看我这边，来，再一次哦，好，再一张哦，402，好，恭喜以上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欢迎公安国小模范儿童林嘉怡，特殊模范儿童许瑞。最佳表现奖林冰贤，央炮尔本色奖林成伟，以及我们的模范儿模范幼童许国成。我们今天也要谢谢各位，除了大朋友小朋友之外，很多校长呢都非常慎重的亲自带队前来，用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共襄盛举啊。好，后排，然后再过来。
对，看前面。好，再一次哦。好 ，OK。恭喜！接下来我们欢迎入场国小国棒儿童曾成杰，以及最佳表现奖吴子明，央泡儿本色奖陈。
好，来再一次哦。好 ，OK。恭喜，接下来公视国小模范儿童黄芷云最佳表现奖吴佩恩，央托尔本色奖林志贤，模范幼童刘宇浩等。脚合起来一点，脚踏地板，脚都踩地板，踩地板。好，来看我这边，来弟弟看前面喽。好，看我这里，好，再一次哦，再一张。好 ，OK。恭喜，接下来云伦国小模范儿童刘元凯最佳表现奖吴佑成，央托尔本色奖曾子瑜。好，今天我们云伦国小的林嘉旺校长也特别带队前来。来看我这里的，我们恭喜以上的小朋友，好，小朋友看着我们的摄影师。
佳琪。好了，恭喜这三位小朋友。来，小朋友脚踩地上就好了。好，来，请看前面哦。来，前面来看我这里哦。好，准备，来再一站哦。好 ，OK。好，恭喜以上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欢迎上德国小文化儿童林怡珍，最佳表现奖林应吉，央帕尔本色奖丁巧恩，以及我们模范幼童何佩丽。来，恭喜以上的小朋友。
登顶啊！哎呀，阿娇没登顶呀！这个是第一集，是要先说。好，谢谢校长。好，恭喜我们这几位小朋友，接下来。
桥，最佳表现奖吴秉之，吉安超尔本色奖李冠如。我们也谢谢今天家长耐心的等待哦。正如大家所见，今年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人数跟第一次都明显的蛮多的。请看我这边。那谢谢家长们对孩子的陪伴跟等待哦，也谢谢你们的配合。接下来，正南国小模范儿童谢凯杰、谢依恩，最佳表现奖张月堂，加特尔本色奖林杰奇。
也吃嘛，你也伊啊，到也伊啊吃，知无？伊啊也吃定嘛。好，来同学来坐，脚踩地板，好，眼睛请看前面喽。来，再一次哦，请看我这边。好 ，OK， 四零八。恭喜，接下来口湖国小模范儿童李月华，央奥委本色奖许佳瑞，最佳表现奖王信全。
站起来一点，角色伸展一点点，再进来一些。哎，好，来看我这里喽，来，请看我这边，再一次哦，好，再一张哦，好 ，OK， 恭喜，接下来下轮跛脚，模范儿童张德嘉最佳表现奖黄义勋，央托尔本色奖王延山，模范幼童林芷杰小朋友。脚合起来，好，来，同学来，眼睛看前面喽，来，请看我这边，来看这里哦，好，站直就可以了，来看我这里，好，再一张哦 ，OK， 好，恭喜，接下来我们进行第28第一次表扬新南国小模范儿童谢佳佳。奖状再低一点点哦，奖状放下来一点，不要拿那么高。好，来，请看我这里喽。好，再一次哦，再一张哦。好，好，恭喜！接下来我们欢迎崇文国小模范儿童朱品杰最佳表现奖陈雨琪，以及我们央托尔本色奖丁于涵。我们恭喜这三位小朋友。来，同学脚踏地上就可以了哈。今天我们崇文的校长和赵副校长呢，也特别带队前往。同学来，眼睛看我这边。好，再一次哦。好 ，OK。恭喜。好，接下来的欢迎成功国小模范儿童林同学最佳表现奖李佑勋。
动一下。好 ，OK， 来，请看我这里来，同学，看我这边。好，再一次哦。好，好，恭喜上得奖的朋友，这是第31次的表扬，欢迎秀才国小国派儿童杨国信最佳表现奖杨成功。我们谢谢刘希金校长给陪同孩子共同上台接受表扬。好，来同学来准备要看我这边喽，来看前面，好，再一看这边喽，看前面喽，再一张，好，好，恭喜，接下来欢迎新庄国小国派儿童张诗杰最佳表现奖叶宗浩，央炮本色奖廖家富三位小朋友。好，来同学脚踏地上就好，放轻松哦。好，来后面长官请，好，来请看我这边哦。来同学眼睛看前面，好，再一次哦。好 ，OK。好，恭喜，接下来我们来欢迎红炉国小伙伴儿童。来，请看我这边喽。好，来，再一次哦。来看前面喽。好。好，恭喜上得奖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欢迎粤港国小模范儿童陈佩瑜，特殊模范儿童叶伟成，最佳表现奖黄子恩，央二本色奖李恒毅。恭喜上小朋友。来，同学脚踏地上就好了。来，身体要坐直哦，不要靠椅背哦，坐直。对。身体坐直。啊，对，很好。录影前面的，还可以，赶快移动一下就好。好，来看我这里，来再一次哦。好，接下来园长国小最佳表现奖李月欣，央超的本色奖吴雅瑞，特殊模范儿童顾晨毅，模范儿童林怡锦。我们也谢谢王小平校长。好，很好，来眼睛看前面喽，来可以再进来一点点，好，来看我这边。
地上哦，来，请看前面哦，来，再一次哦，好 ，OK， 四一六九。好，接下来我们欢迎中正国小文化儿童王志瑜，最佳表现奖王少勉，央广本色奖王子宏，特殊文化儿童林艺昕。Cheers.
前面喽，来看我这边，好，再一次哦，再一次哦，好 ，OK。好，恭喜！接下来我们来欢迎嘉兴国小文化儿童张明月，最佳表现奖苏明明，央号粉色奖于佩慈。好，来，同学来，眼睛推高一点点，好，脚踩地板就好了，眼睛请到我这边，好，身体要坐直哦。脚踩地上，好，来看我这边，来再一次哦，好 ，OK， 好，恭喜，接下来我们欢迎野美国小童话儿童苏佩一，央二粉色奖张恩硕，最佳校庆奖林子瑜，好，可以，谢谢。陈燕婷，好，谢谢林志朗校长共同陪同上台接受表扬。好，他们长官的位置在我们这边移动一些些。精美最佳表现奖于以成，央号粉色奖饶修成，特殊国棒儿童谢尚颖。好，来，同学来，眼睛请看我这边喽，来，你看前面喽。
棒儿童陈平泽，特殊模范儿童汤依云，最佳表现奖陈佩慈 ，Young Power 粉色奖郑佩蓉。好，谢谢许坤的校长也共同陪同来上台，来同学脚可以上来，请看我这边，好，再一次哦，好，恭喜，接下来重新国小模范儿童张佳宇，最佳表现奖王佩琪 ，Young Power 粉色奖张恩伟。重新国小的陈希金校长，也谢谢您今天一起带着小朋友一同前来。好，来，请看我这边哦，来看前面。好，再一次哦。OK。440。恭喜！接下来九春国小特殊模范儿童吴宇轩，模范儿童吴佩轩，最佳表现奖林芷怡 ，Young Power 本色奖苏哲胜。同学，眼睛看前面喽，看前面喽。九中国小的校长林俊展校长今天也特别前来。好，这边哦。好，再一次哦。好。是。
长可以站出来一点，哎，卡卡出来，站出来。好，来，眼睛看我这里，来，一二三，站，再一次就好了，一二三，站。好，谢谢，谢谢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也谢谢县长。两个人中间哦，擦空气哦。没有，是谁？是人在坐前面吗？